你们是什么人？杰克，杰克，你是杰克，我是思妍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真的是你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认识我吗？你快让他放开我呀！哦，你快松开他！看来全世界啊，就你对我最好了。思妍小姐，对您好是我的使命。怪感动的，下来。竟然真的碰不到啊！哎呀，忘了你吃不到。思妍小姐，按暂停键吧，求你了，按暂停键吧。说别动手动脚的，公主，你真的看得见他？岂止是能看到，我还能摸得真真切切的。你，不好意思，手重了。你这么用力干嘛？这看着挺厉害，你哪知道他是个花架子？不过，你真的认识他？我也不太确定。不过现在过不了那么多了，那个胡商队肯定有问题，我们不能让他们这么走。我立刻飞鸽传书给大哥，让他派人把季不良给抢回来。咱们院里就你见过华颜公主，能不能被钱夫人选中，可全靠你了。选上了又怎么样？过了这一关，北院那关你过得去吗？那可是真刀山火海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去。我真不知道你贴着七少主有什么好的，哪次不是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？你现在连命都不要了，我看你就是被那些戏文里的爱情冲昏了头脑。哪有那么多霸道少主爱上我，娇俏丫头变公主啊？这么了解，看来你也没少看那些戏文嘛，是不是羡慕啊？我才不羡慕这些镜花水月的东西呢。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注定是要飞蛾扑火的，还不如我手里两把刷子实在。你说的对，就当我犯傻一回，这次算你赢。留在庄书局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安心化妆不好吗？非得去遭这罪？我乐在其中啊。爱情只有喜不喜欢，没有能不能，只要本小姐喜欢，别说是阶级差异，就是次元差异，我也照闯不误。怪丫头，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，惹人讨厌。不过若世间多些有你这般思想的人，我们的境遇会不会又有所不同呢？你放心，那天一定会到来的，我保证。就会说大话，你先顾好你自己的小命吧。哎，太阳
把戏编出来了。没想到胡莹，你也会关心我了。谁关心你了？我巴不得你早点走呢。戚少主能得救，庄书局我独霸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行行行，那你就赶紧发挥你的本事，好人做到底。怎么了？这不是化妆能解决得了的，我们得换个主意。